BB 早安，我们来约会吧。快把饮料给我！你看你的手都红红的。我也红了。鹏哥，怎么了？我的脚也酸了，走不动。那我背背。公公，你好棒哦！我们来拍照，跟姐妹炫耀。好啊。公公，你看，我已经在上课了。老师也已经在写黑板了，可是他写什么我都看不懂。给我回座位坐好。公公，老师好可怕哦！老师好可怕！公公，你在干嘛？念书吗？还是在想我啊？当然好想比比啊。是超级超级超级想的那一种吗？哦，规天讲电话，啊，你是唔惊手机啊烧去哦？拜托，我这支 Zenfone 3 Max 电力超强，就跟我们的爱一样，绵绵不绝，对不对？哦。欸，我手机啊，那个没电啊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找死吗？喂。喂，比比怎么了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那个女的到底是谁啊？比比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这个骗子！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还以为你不爱我了。傻瓜，我最爱的就是你啊！那我们来拍照。好啊。公公。今天是我们交往满一个月耶，你喜欢我买给你的衣服吗？我超喜欢的啦，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哎。我就知道穿在你身上超帅的。嗯，来比比，你看，为了今天，我特地制作了这种爱情的微电影哦。真的吗？哇，这个画质超棒的哎，公公，你都是用这一支Zenfone 3 Ultra 拍的吗？公公，你最棒了，我最喜欢你了。